拿手菜吗？我觉得我煎牛排还蛮拿手的。煎牛排，煎给女朋友吃过，有哎、欸，对，有。所以自己是个是会在爱情中就是会愿意为女方下厨的男生。会啊，就是会想要煮好吃的东西给对方吃这样子，然后会喂食他吗？喂食他、啊，就像当喂粉丝一样啊。其实也有过，对啊，对。所以自己平常是个不怕肉麻的男生。我吗？我。要看他接不接受吧，对啊，就是如果他也觉得很可爱，这样子的互动很可爱，我就觉得很可爱。我们两个其实现在就是开心的在当朋友啊，就是开心的认识彼此啊，然后就是很珍惜我们有这样的缘分可以拍戏，然后甚至杀青之后还可以一起约出去继续有一些互动，我觉得很开心的。